配合乡土教协，让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学龄的儿童都能够学客语。文化孤独台南市汉语动手，二期向客家政策挑战展开。客家天师去专访台南市民俗事务 B&B 主编冯志敏，我得探讨台南客家的发展方向，用业重新按部设点，看准时落款，上高自由，行行路。